今天早上，我们已经听到很多什么数位文件，等等，新的一些研究工具。那我恐怕我今天要讲的是比较传统的，一个视角。所以我先在我讲我那篇文章的重点之前，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在那些国外的作品集里面所做的那些活动、那个教学的一些反省。原则上，我想我们有两个任务，一个是语言教学，另外一个是方法的教学。那方法的教学，我今天不谈，其实大部分对读书方法、研究方法等等，那我们今天不谈的。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国外的汉学语言 的教学的一个，我知道狭窄化的一种不好的现象。我们如果看不管美国、欧洲的那种汉学教育，原则上我们教的语言。